西子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看台同心融合，共迎未来的新年盛会，一同见证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浓墨重彩的高光时刻。 两岸的青年能够面对面手牵手，不学互鉴厚植友谊，为扩大两岸交流合作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呢注入无限的青春活力。以武汉为窗口，看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的机遇。我们希望以交流为契机，看见两岸关系的未来。 我们祖国大陆的生活，因为大家就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嘛，那就可以有不同的火花产生。我能认识到台湾的各个姐姐们，也能让我认识到美丽的武汉市。我是台湾台北的，但是武汉是我第二故乡。如果说是我最推荐的话，可能就是武汉的过早。